Hello，兄弟们，又是一把牌局开始啊。这边之前有很多的观众啊，在我这边留言啊，说玩的菜啊。其实，这游戏我确实玩的不好啊。然后，一些高端局啊，我也没有经历过啊。然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呢，你喷我啊，没事啊，我心态还好。反正其他一些新手啊。多带带他们，这个游戏才能有新玩家涌入啊，才能更加活跃啊，也不要去喷他们，多教教他们啊，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碰到过那种，非常非常萌新的萌新啊，可能比我还萌新的这种啊，也是耐心的说啊，不用去喷，你肯定，你毕竟只是个输赢嘛，没这么重要，也没有排位系统，对吧？啊，这边我们是打的入口。啊，玩的是医生，是个狼，因为